神韵艺术团的舞蹈与动态天幕的完美融合，经常让观众看的是啧啧称奇。一位音乐教室老师在看了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桃园的第三场演出之后惊呼，演出巧夺天工，好到他无法形容。他开心地说，完全沉浸在演出当中，舞蹈演员的翩翩舞姿让他也心动的想要去学跳舞。赏心悦目，而且那这个是真的是巧夺天工，好像不知道这个好哦，已经没有形容词可以形容了。第一次看神韵的音乐老师许丽玉，难掩心中的喜悦，表情生动的回想方才是如何沉浸在神韵的演出中。真的是无懈可击，坦白讲一下，我连拍手都不想拍手，因为我不想让自己这样动起来，好像一直沉浸在那种画面里，全部的精神、全部的视力都是在舞台上，而且心中又一直想说，我回去是不是要来学舞蹈？神韵舞蹈演员与动态天幕分秒不差的完美融合，让许老师啧啧称奇。后面那个背景搭配这个全部的舞台上，几乎是一体的。如果不知道了，你会觉得说，这个简直是在变魔术这样子哦。这个真的是难得一见，应该要去看，应该去看，值回票价。金陵神韵晚会，感受两个多小时的美妙演出。许老师相约明年再见。新台电视摄制陈廖淑美，台湾桃园报道。